Syria 军用直升机海外网7月17日电，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7日下午，韩国庆尚北道浦项市南区海军第六战团部队营地的跑道处发生一起直升机坠落事件，消防部门已经出动。最新消息称，事故导致5人死亡，1人受伤，事故机型为 Syria 军用直升机。据悉， Syria 直升机是韩国从2006年开始斥资约 10.6 亿美元开发的首架国产直升机。又名完美雄鹰。海外网刘强。